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心。各位观众朋友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真欢迎你拨时间来收看空中主日的节目，由我罗俊义牧师为大家来讲《路加福音》这本福音书的信息。咱今日要看的圣经节是伫《路加福音书》22:54-71，伫这段圣经节内面。真主要在讲起一项，就是彼得三遍不认耶稣的代志。咱知耶稣被掠是伫暗时的时间，伫橄榄山的所在来掠去。那是根据约翰福音书的写法，伊讲来掠耶稣的人，佮包括罗马的兵丁。啊，是安怎罗马兵会去参与这件代志？啊，这当然有真济。背景会当去说明，不过无论是罗马兵有参与掠耶稣，还是无，真基本上是对宗教领袖，特别是耶路撒冷圣殿，这是派耶路撒冷圣殿遐个耶亚的管理圣殿特殊的遐个人去掠耶稣，迄是走袂去的一项。啊，遮个人去掠耶稣，特别是。约翰福音书讲，三更半暝，伫橄榄山真暗的所在掠耶稣，所以遐去掠耶稣的人，包括罗马兵，因拢有拿灯笼火去。啊，即个灯笼啊，暗时才会看得到。确实，因看到耶稣嘛，唔认耶，唔捌耶稣生做是怎样，所以犹大就爱做一个暗号，讲伊。用金对上迄个人，用金做记号，什么人予伊搭金？迄个人就是因所要掠的人。安尼，咱会当看出一个真基本的背景，就是耶稣头一遍来到耶路撒冷，这是根据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本福音书写。耶稣是12岁了后，这段中间毋捌有记录，还是讲咱伫。圣经的内面无有资料讲伊捌来过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这是头一遍来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这是伫伊传道生涯中间最起码，这是头一遍啊。伫伊30岁开始出来传道，无人捌伊，大家捌听到一个耶稣的名，就是耶稣生做怎样，可能唔知，所以才人拿灯火啊来伫找耶稣。犹大爱予人知，讲是对一个，较免得掠了唔着人。主要的人一定爱掠着，所以伊用金来做记号。金伫犹太人，迄是一个真特别，伫表明啥物？表明对熟悉的人真欢喜，无看见迄种的笑脸甲欢喜的感情，是用金来做记号。安尼，咱会当看到哦，这是真恐怖，用迄个上欢喜的态度来伫卖伊的先生，这是犹大。啊，当伊进耶稣了后，大家人就将耶稣掠了。啊，掠了要掠去倒？咱所读的这段《路加22章》，咱对54节来看，伊讲头一个掠是掠去祭司头哦，祭司头的宿舍。底下来询问，啊，咱若去看约翰福音书真心切，伊在讲掠耶稣是大神掠去什么人的厝呢？唔是掠去祭司头的厝，是掠去阿那的厝。阿那是当时的祭司头，迄、那个大祭司啊，祭司的上悬的负责人，这个大祭司该阿法的厝，但是。该阿法是当时的大祭司，耶稣被掠，不是先掠去大祭司的厝，是先掠去阿那的厝。阿那是当时大祭司该阿法的丈人，
伊因为无满罗马政府的意，所以罗马政府将阿那甲伊废掉，啊，设立伊的仔婿甲阿法起来接续阿那的大祭司的职分。对约翰福音书这种的记述，咱就去发现一个真要紧的背景。当时罗马政府虽然和犹太人有宗教自由，确实伊将犹太人的宗教有真严格的大管理。这个管理就是大祭司，或者是讲祭司头这种的人事任命，不是犹太人家己选出，是罗马政府在任命。换一句话讲，你大祭司若是无听罗马政府的话，罗马政府随时会甲你换人。罗马政府安尼做，也阁有一个用意的，在表明什么？在表明讲，恁的神的信仰是我伫甲恁管的，所以你的信什么神明偌大，拢是我管的，啊，你拢袂使做任何抵抗。你若无听我甲你管，我就甲你换人。犹太人的宗教，犹太教伫当时罗马统治的下面，因的大祭司或者是咱伫讲的祭司头，都是罗马政府所任命。啊，阿那去分废掉，按达设改阿凡。约翰福音书甲咱讲，因掠耶稣，大声掠去对，大声掠去伫阿那的厝内审问。啊，因为伊是做丈人，所以该阿法也毋敢讲啥物。啊，伊问了后的时，才阁对阿那的厝，才送去该阿法的厝伫遐来审问。毋过，咱得爱注意一项：伫审问犯人，那犹太人的规定是袂使用暗时审问犯人，因为暗时是大家伫休困的时间，休困的时间，你得爱防休困。这才是对人的生命的一个尊重。咱若去在读犹太人的律法，比如讲《申命记》，咱就会读到什么？读到讲，若有送香人甲你借钱，伊无钱，就爱摕伊的衫去甲你抵押借钱。日头落山的时，你就爱赶紧，伊就是无钱还你，你嘛爱赶紧将伊摕来当迄领衫。较紧幸福，即个送香人原因伫倒位？因为暗时，即个送香人要经过暗暝，伊需要有一领衫来保护伊的身躯。对送香人若安尼，对任何互掠去的人，还未判刑的进前，你拢袂使伫暗时甲伊审问，你干那会当互伊休困到天光，你才开始开会甲伊问案。但是圣经不然在因的审问耶稣是利用暗时的时间，搁再一人唔是伫法庭公开审问，搁是伫伊的宿舍，伫该阿法的宿舍，这时头的宿舍伫阿在审问，这拢在表明什么？表明因本身对耶稣的代志，迄、那个会当提出来理由真弱，会当真正公然去做的代志真少，差不多是找无理由，但是一定要找到一个理由。因在利用赶紧暗时，大家在休困，未引起群众的扰动的下面来审问耶稣。马可福音书的注解有写几那遍，讲什么？讲这些宗教领袖本来要抓耶稣，但是会惊。惊什么？惊证人，人多，因会惊，因为证人会一定定真爱听耶稣讲上帝国的福音嘛，真爱看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，所以因惊证人，就利用暗时偷偷啊去掠耶稣，啊掠回来就利用暗时来伫问耶稣。不过咱知因是宗教领袖，因知。因的法律讲袂使安尼，唔过因个犹原在做迄落无下当时摩西法律的规定的代志，啊，这就真有问题的所在。第二样，咱买当看到一项更加重要的是什么？
就是咱今日所读的圣经的内面，伊在讲审问耶稣的时，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，啊，这个是彼得，哦，这个是彼得，耶稣真接近的一个学生，也是咱常在讲上大我上大我伫耶稣身躯边的一个学生彼得。马可福音书伫十四章，达咱讲，当耶稣奉掠去的时，学生走甲无半的，学生着惊，大家走。啊，那根据约翰福音书，有一句话真要紧。耶稣甲遐个来掠伊的人讲：“恁是要掠啥？”遐人讲：“我要掠一个人，名叫耶稣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就是。”啊，甚至甲伊讲：“恁既然那是要掠我，你就放其他的人离开去。”所以其他的人走离开，有一个情形就是因惊什么？这不是讲要掠耶稣，是要将耶稣甲伊的学生做一群拢总，甲伊清清起来掠掉。学生走甲无半的，当因为是暗时，伫济溪头的宿舍公馆的所在，外面有一个亭。啊，有人伫遐在烘火，安尼是伫表明暗时天气冷。巴勒斯坦的所在，温差日时暗时温差真大，这一年四季拢同款，暗时真冷。有人伫个园啊内底点火起火，伫遐在烘烧，彼得走去伫这个所在。是安怎彼得走去伫这个所在？因为彼得是耶稣上疼惜的学生，伊阁捌甲耶稣表明什么？讲就是那得甲你死，我嘛要甲你做伙死。你无论去伫倒落，我要甲你伫倒落。啊，即摆耶稣往掠去，可能彼得要记掉这话，伊来找耶稣。咱知耶稣捌甲彼得讲什么？讲伫加提进前，你有三遍唔认我。哦，假体进前，耶稣是安怎要大声甲彼得讲这？拄拄亲像耶稣大声在甲犹大讲什么？伊伫众人的中间，伫学生的中间，伊讲恁中间有人要出卖我。学生大家着惊，耶稣是安怎变的？耶稣有一个用意，那我伫想耶稣的用意，就是要提醒因在。恁唔通去做这个代志，啊是讲要予唤醒因会受迷惑的心。但是咱在路加甲咱记一句真要紧的话是甚物？伊讲撒旦入犹大的心，撒旦就是伫诱惑人离开上帝驾驶的一个困难。伊讲撒旦入犹大的心，撒旦若入人的心。人要抵挡撒旦的气力真困难，要抵挡魔鬼的诱惑非常困难，除非有真强的信心才有法度。耶稣在甲犹大讲：“你爱做的工课，你主力去做。”其实不是耶稣用阮的去做，是耶稣搁在一边在提醒犹大。你敢通做这种的代志？你敢真正要做这个代志？同款，耶稣在答彼得讲：“你有三遍唔认我的时，伊嘛是在唤醒彼得，你爱注意哦，你有可能会陷落伫迷惑的中间，你来不时保持觉醒。”但是彼得虽然真坚定。唔过，耶稣真正去哄掠去，伊算所有的学生内底一个真勇的人。伊家己走去济溪头的公馆的宿舍的园仔内，甲人伫遐做伙在烘火。拄拄伫迄个时阵，有一个济溪头迄个宿舍内底的女婢出来，啊，一个看到彼得，伊煞会认得彼得。伊甚至讲啥？你敢毋是甲迄个耶稣因共阵的人？哦，彼得惊一个，彼得无拍算，一个查某囡仔会捌伊，所以伊随时讲啥物，你伫讲啥物，我拢毋知。伊伫否认，伊甲耶稣有做阵即种的关系，伊伫
伊无爱承认伊甲耶稣是做伙一人。路加福音书甲咱讲，第二遍搁再有人看见彼得甲伊讲：“啊，你敢毋是甲迄个人三甲做伙一人？”哦，彼得搁较着惊，伊讲：“毋是，毋是，伊无爱搁再承认伊是一个甲耶稣做阵一人。”但圣经搁甲咱写讲，第三遍是甚？伊讲第三遍有一个人出来，甲彼得讲啥？欸，你的声音是加利利人的声音哦，迄、那个腔口，哦，迄、那个口音、腔口，甲加利利人真相近。你这加利利人，安尼恁拢对加利利来，啊，甲耶稣是做阵的人，哦，安尼这个佫较明，哦，彼得佫较惊一个。咱会当看福音书的读者真趣味，对了开始讲你甲因做伙，然后搁再有人提醒做伙，落尾甚至指出彼得是出身加利利，讲话腔口是对加利利来时，伊煞惊一个讲，我完全唔知影恁在讲什么，还是讲你在讲什么，我拢总唔知影，或者是讲也讲你卖乌白乱好唔好？林兄弟姐妹是安怎？因这个人会知影这个代志，安尼咱过来注意看几种的问题是有关系。咱知无论是马太，还是马可、路加，或者是约翰福音书，咱若去甲伊比较，咱就会发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发生伫伫俩耶稣时，当这个兵丁或者是讲圣殿的月牙来俩耶稣的时。彼得忽然间对身躯边杀一支喷刀出来，啊，就对遐个底下个人，伊身躯顶就扑了。圣经甲咱讲，伊扑着像扑着个祭司头内底一个萝卜，名叫做马力谷，吼、哦，对马力谷个耳啊煞射落去，唔知是闪了较紧，都射无着，还是安怎耳啊射去哦，去哦射掉去安尼。马力谷个耳啊去哦，彼得射掉。耶稣看到阿瑞的头壳，将迄块耳啊揢起来，甲马力谷倒落去。吼、哦，这嘛是一个真特别的神迹，倒马力谷的耳啊，甲伊倒倒转去。然后耶稣面彼得讲什么？刀啊收起来，既然亚刀的要死伫刀下。耶稣无爱用刀，无爱用武力，耶稣完全顺服因来甲伊掠掠去处理。啊！伊答彼得讲，将刀收起来。安尼有可能，这个背景虽然描写真简单，不过当看出当时学生那阵，亲像彼得在讲，有想要保护耶稣，要甲遐个代代掠伊个人伫遐烧饼一款，所以伊个牙刀改下落去。不过这个资料嘛，还佫有伫温总另外一个资料是真新鲜个。咱在当时有一种派系人，身躯常常扎弯刀的，这种的人叫做混喙洞的人。啊，那现代中文圣经讲，这种人叫做积极派的人。哦，积极派什么派？在追求犹太人独立运动的人。啊，这种人呢，大部分是用加利利城做大本营，这些人身躯扎结丝。啊！若看见罗马兵落单，伫了暗巷，伫偏僻的所在，因真可能会举刀将这种的罗马兵落单的罗马兵给杀死，或者是讲甲罗马人合作的人，拢互因看作是真垃圾的人。这种的人叫做积极派的人。所以有人在讲彼得身躯顶有炸刀，真可能彼得虽然是在讨海为生活。唔过，彼得有可能是加入伫这种犹太人的政治运动，这种的积极派的人啊，这是讲有可能，唔是绝对。所以彼得身躯顶有扎一支弯刀。第二样，有人在讲伊这支弯刀是啥物？耶稣有捌伫最后路加福音书在讲，恁的身躯有刀无？因伫啊在讲无的是，耶稣捌甲因讲啥物？讲。去买两支刀来插伫身躯顶，
我捌甲咱讲，这有可能是伫讲讲啥物，因以后爱家己会晓保护啊。伫了后，因去传福音的时，真可能因得有一挂防身的气力，较毋是要拿一支刀、两支刀来抵挡罗马兵，迄是无啥作用。毋过伫伫泰马利国的时阵，迄个中间有伫对话的时，有可能遮个人有听见，或者是即个指出彼得是加利利人，这个人是马利哥的亲戚，也有可能，所以伊会当他们知影彼得的腔口是属伫加利利。这个人就来指出彼得是加利利人，是这种的口音，甲耶稣三甲做阵。不，彼得惊一个，意思是讲这毋是伊。当彼得在讲伊毋是的时阵，独独像耶稣的预言所应验的，迄个时阵说假就提，假一个提，这个假提出什么？提出彼得的良心，还是讲彼得的内心，积住的迄个内心，彼得惊一个，因为耶稣的预言实现，讲伫假提进前，伊三遍唔认耶稣。刘兄弟，今仔你今仔若是有机会去伫欧洲的所在，你会注意看，啊是伫美国，你嘛会看到有一挂教会真趣味。迄教会门口会插一支，啊是厝顶尾会插一只什么？插一只用铁啊，还是铜类做？哦，用铁或者是铜类做的一只鸡啊，啊，放伫迄个礼拜堂啊入口的所在，或者是伫迄个礼拜堂的厝顶尾，或者是伫埕的所在，啊，遐有一只鸡放伫遐。啊、你若看到有一只鸡放伫礼拜堂的入口，或者是伫个埕的所在，迄是有一个意思，是伫讲啥物？就是伫提醒遐来参加礼拜的信徒，你得记，唔通袂记得你是甲耶稣有关系的人。伫提醒信徒，唔通袂记得耶稣就是你至好的朋友。咱有一首诗在吟讲，耶稣是至好朋友，啊，咱话拢吟真大声，毋过拢定定袂记得耶稣真正是咱的朋友。咱有时阵会伫生活的中间，伫工作的中间，公开讲否认，讲我毋是耶稣的朋友，或者是否认耶稣甲咱的关系。什么时阵咱伫否认耶稣甲咱的关系？比如讲，咱无真诚实的态度在做工课，安尼人就真紧的甲咱讲一句什么话？啊，恁信耶稣的人哪会在做这个代志？啊，咱会讲啥？我信耶稣，迄是干礼拜日去礼拜尔。哦，安尼这就是在什么？在表明你甲耶稣的关系，唔是亲像人在看安尼。啊，这都甲彼得同款。啊，有时阵，咱会从感觉。咱的信用甲咱的实在的生活配合袂好势，啊，咱特别听人讲啥讲，啊，这我得拢对拜对拜，啊，这得阮爸阮母啊叫我得爱去教会，我得对因去，毋是真正家己真意爱去信耶稣，这种的态度，拢在表明啥物？拢在表明咱亲像彼得的好人甲耶稣的关系。而且咱若想一个生理人，若用无诚实的方法在骗人的钱，或者是一个工作者，或者是一个人真贪恋，哦，贪人的物件，贪心的念头，这拢在表明咱在好人甲耶稣的关系。刘兄弟姊妹，假提进前三遍唔认耶稣，咱唔免去问讲。耶稣哪会知影彼得的三遍唔认伊？咱嘛免去在问讲是安怎彼得伫迄个真重要的关头无认耶稣？咱得倒转来问，咱用什么种的方式在否认咱甲耶稣的关系？那安尼来想，这段圣经节就对咱真有意义。真多谢你拨时间来收看这个空中主持的节目，愿上帝赐恩赐福。甲你三个弟弟，多谢平安。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带领一切。